前行不止，主要是因为仁波切要来。我的话呢，不止引起到仁波切，引起到上师。他那个还有那个他的景观的地方的角度，那个台湾往南去玩。那中巴还有技巧的要贴薄的哈，哎，他心里怎么安定哦，这个都很重要。那我们心呢，每个刹那都不要管了，所以待会离开这教室的时候，我们刹那刹那都要不离开三宝，是大概70度的斜度。可是呢，他看他的梨园里面十个山。现在好，我们就在这里，这里做除草机。清除草，除恶业，一切众生悉为苦。若于足下上其行，便如及时生净土。嗡一粒粒粒娑哈，嗡一粒粒粒娑哈，嗡一粒粒粒娑哈。挖洞，就挖洞。等一下，我们做示范。Hello， 哦，这样没关系。大家先让挂拐哈。这个让你搬。这是园区搬过来的。对，我很认真。
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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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